亚杰失踪跟你无关的，我才不相信你。亚杰失踪之前，伊甲伊朋友伫咧讲电话，讲到气冤家啊。姑姑方面确实有一个朋友叫做多拉。上后 IP 看起来，人应该伫咧台湾啊。陈东俊，伊哪会坐到这来？哎，不，你是不是跟高中的对不离？江律师，那是你啊？人呢？我这个我都不行，我这个我都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